药丸子，你这一来，我想起一件事儿来。啊？那3号库房的总管我还给他留着呢，什么时候上班？是啊，啊，那好了，这回有希望了，马上就上班。啊？啊？那啥，哎，我先不去了。嗯？先不去。为什么呀？陪老大爷，他搁家我不放心。你不用陪呀，你来上班，我要有琴回去继续照顾我爸，不挺好吗？那多费事啊，大哥。小琴她毕竟是女孩，你给我大爷洗啥的她不方便。俺爷俩就没说了，最主要是俺爷俩带受感情了。我这一走，这真想你，我这受不了啊。嗯，你冷丁今天上班还确实把我闪一下子，他们也不回去。哎呀，那这事儿。那就先跟我再锻炼一段，好不好？行，我现在离不开他，真是处处感情了。那转账回去吧。行，嗯。干啥去？等你呢，等你呢。找别人等我，等我吧。嗯，爸。嗯，咋定了？啊，什么咋定了？替我们做主啊！哼，这个人家网红呢，合同都已经签好了。人家该演还得演，那你这两个董事长说话也不算数啊。怎么不算数了？你替我们做主。做啥主？这我们小剧团还演不演出啊？就是啊。你们从各个部门都抽回来，马上排练。我现在在运作我的计划。啥计划呀？现在呀，妈，山庄现在乱套了，我大爷对我大奎哥极度不满意，而且对山庄也特别不放心。接下来我的计划就是撺了我大爷回山庄指证。我跟他一回去，这工作是不是就落实了吗？啥玩意儿？你大爷回山庄指证？儿子，我可跟你说啊，你大爷要是回山庄指证，你就跟他过去。如果你大爷要是不回山庄，这事儿你可不能给当间瞎跟他掺和啊。听懂没？好了。